那现在互联网呢是非常的发达了，我们通过这个微切啊 Facebook 呢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做我们这个一家这个事业了。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仅仅在微信上面呢有一个做保险的领袖啊，做保险也是带团队带的很大的。那他看到我在 Facebook 在微信里面呢发的一些关于产品的信息啊，所以呢他就主动的约我出来想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商机咯。那等我把这个产品的效果还有这个商机给他讲完了之后呢，他就主动的向我买了一支这个曼妮的青春定格原液哦。所以说这个事业呢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哦。那我们通过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媒介呢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坐在家里都可以收钱了。那如果你也想要创业或者是寻找机会的话呢，都可以联系我哦，我可以教你一些关于互联网方面怎么去创业的一些方法了。